Independent 周刊的爆料，柯文哲前幕僚吴敬仪也很快在脸书上发文，他说呢，柯文哲的金子力学环环相扣，民众党进总基金会智库木可公关公司如同是放大版的高虹安小兔账册一样，在关键的随身碟档案记录当中，2022-11-11这个小省1500省庆金，这成为了追查金流的最重要关键的指标。而检方多方的约谈就是要推翻民众党跟被羁押人声称的1500是下午三点的说辞。而柯文哲呢，叫谁搬走了鲁洛呢？原来是橘子。柯文哲不只要橘子保管好400万现金跟随身碟，吴敬仪呢希望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要好好解释清楚，如果呢是现金来自进总期捐，那么总干事黄珊珊应该不会不清楚这个来源跟用途。而至于呢放大金华城的两个阶段，吴敬仪说周刊点出了几个人，包含了李文宗、当时的秘书长张哲阳还有蔡壁如三个人。蔡壁如当时呢是任职立法委员，有没有收受朱雅虎跟柯文哲第二阶段的对价金成为一个关键。而另外呢，在昨天被约谈的其中一位是范有为，那他就是提出了企业内部举报机制的人，更是一路支持民众党的会计师。最后呢，吴敬仪说了，现在呢柯文哲就像是政商圈的病毒，凡是有碰过的人现在都会发抖。他问橘子到底是不是造册的人，赶快回来台湾厘清，如果变成了被告而通气，那可就麻烦了。好，看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深陷在金华城的容积弊案之外，民众党政治现金现在疑似呢刊载不实，也成为由检联还有法务部调查局同步调查当中。好，今天最新一期的周刊就揭露说，柯文哲 USB 的名单里面有很多人是捐钱，但是呢捐钱的金额没有依照政治现金申报。而对此呢，民众党立委林国成今天也做出了最新的回应。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从哪边来，如果还是另外一个周刊的话，那请你们就去问北检，请你们就去问那个周刊，从来他们公布的东西都不是事实。那我在想这个部分你们就去问北检，你们就去问那个周刊，从来写出来的没有一句是真的，所以我们就静待司法，静待检察官的这些证据吧。北检现在点名的，只要他喜欢的他不喜欢的他通通都是点名，不管是跟金华城有没有关，只要他喜欢他都调来。请问一下，东方大饭店、东方文华那个董事长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呀？那个核准是郝龙斌市长核准的，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只要他们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不管是对跟错，每一样事情都跟柯文哲有关，这就是现在迫害的事实根据跟迫害的事实。所以我还是要呼吁别检啊，办案是在侦查，不是在政治办案。检调持续的追查柯文哲政治现金金流，而镜周刊爆料柯文哲 USB 里的数字全部都是钱，不只是小省1500，其中呢基隆市长谢国良也被记了200。好，周刊报道，这是因为呢谢国良家族长辈2022年呢听完了柯文哲跟高虹安在新竹的演讲之后，透过了谢国良请现任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拿了200万元捐给民众党，但是民众党却没有依照规定登录政治现金，而是由橘子记录在随身碟的私账中。传出检方将要约谈谢国良到案说明，我今天谢国良也出面说明了，来听他最新的说法。假如这个检方有传唤我这边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积极而且全力配合。对，那假如这个是检方这个未来可能会询问到的一些内容，那请大家见谅，我跟大家说个抱歉。我们从这以来都是非常非常配合所有司法体系的所有成员，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就在这里讨论太多的细节，因为我必须要尊重他们未来可能会询问的内容。那媒体的报道我这样看了，
大致是这样。那我也现在请大家见谅，真的不能讲太多，要不然我是非常的不尊重检方。大致这样是指就那一段，就是的确有家族跟民众党有一些这个往来，那的确大概就是这样。太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去透露，就是说的确有家族的企业跟民众党有过一些往来，我只能跟大家这样子说明，好不好？好，我只能说到这样，我只能说其他我没办法去回答，因为我回答多了就是这样对检方很不尊重。台北地检署侦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城图利案，台北地检署呢在今天提讯了台北市议员应小薇，他手拿文件被带往了北检出庭。另外呢，应小薇的助理吴顺明也被提讯以厘清案情。吴顺明呢跟应小薇是同样在8月29号被法院裁定羁押，当时呢法院认为吴顺明受领威金集团子公司的薪资担任顾问，又在应小薇团队当中担任无几职的顾问，是具有双重的身份，曾经跟沈庆金进行不短的通话，但是又不认有串证之余，所以将其裁定羁押禁见。台北地检署在侦办的金华城容积弊案，涉案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遭到了羁押禁见，已经超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界就关注了北检会不会申请延押柯文哲。检方如果是要申请延押柯文哲，那申请延押的关键日期是这个月的24号，如果呢北检没有在24号之前申请延押，那么应小薇呢应该是两个月金华城案就会在本月的29号前侦结起诉柯文哲等人。而根据了解呢，柯文哲涉及的五大案，北检的初步规划先起诉金华城政治先金案，起诉柯文哲罪名至少是包含的贪污治罪条例，还有图利罪、违背职务收贿罪以及刑法的背信罪等罪，而且不排除对柯文哲等人具体求刑或者是建请从重量刑。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